生活与梦想总是不能两全其美，有才华却遇不到机会，又该何去何从？台湾知名音乐制作人王志平老师将亲临代码，与您分享如何踏上新的旅途。志平老师曾担任 Hebe、田馥甄、陶喆、SHE、林宥嘉及孙燕姿等人专辑制作，也曾担任过《中国好声音》梦想导师。我刚刚听完，我的鸡皮疙瘩真的是，我觉得到现在可能还没消。就说你可以一个唱歌可以唱到把那个感情真的是掏心掏肺。你的未来不是梦，伴你创新图讲座会将于2015年10月17日于 Bajaya Times Square 11楼举行。难得的机会，你怎能错过呢？名额有限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